看这个弟弟抢了养羊的位置，你看他太大只了，你看睡成这副德行。阿弟弟呀，你怎么睡这样啊？调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猫咪、爱做肉的梁。我今天花了一个多小时把这边整个都修剪好了，另外那边还没有修啊，因为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很热，修了一个小时已经汗流浃背了。现在虽然已经十月下旬了，太阳还是热热热热热死人了，我还赶紧把我的那个半叶黄堇移位置呢，因为它都已经晒得那个烟烟的，真的是哈，不知为什么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太阳有没有缓和一点啊？最近又开始热死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把那个遮雨的那个全部拿掉了，这样会更透气。哎，不知道天气为什么都还这么热，所以让他们透气一点就是好的。给你们看我的蛇木板，我把本来想要上板的这个鹿角蕨的东西全部都撤掉了，哈哈，因为你看他们变成这样六小盆。我为了这个鹿角蕨，我上网看了好多好多的影片，看了30部以上有了。我那个买来的那个小三寸啊，它就是这种层层叠叠这样子，全部都叠在一起。那网络上说我如果直接这样种下去，它那个芽点盖芽点，到最后自己把自己盖死了，所以我就很精细的把它分成了六盆，因为这里面有六个芽点啊。那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分过，不知道有没有伤了它们的生长芽点，如果有养不活，那也是没法度的事情啦。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总是要试试看。然后这些呢，如果都要养活，那我就开心死了啦。但是养鹿角蕨的重要就是，它小的时候，它非常需要保湿，非常需要水分。我今天早上忘了把它收进去，差点把它晒死。我10点多的时候突然想到，赶快把它们搬到室内，放在浴室比较凉爽的地方，希望没事啊，应该没有那么脆弱吧。目前看起来是还行啊，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大概4点多了吧，反正行不行不知道，过一阵子再说吧。这些就是等要，我在猜应该还要再养2个月吧，再养2个月看看。我的水草，我的水胎呀，已经到了，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上盆，因为猜一猜它们真的太小了，它们只是全部聚在一起看起来很大，但事实上他们还是小小 baby 耶，那就只能等咯。这就是我的鹿角蕨目前状况哦。我前一阵子才想说，哇，10月中旬了，可以开始浇水咯。我有一直浇，一直浇，浇了2次，然后太阳突然又大了起来。天啊，阿伯怕死啊！还好啊，巡视一遍，
通通没事。然后这个讨厌的花剑，我把它弄掉了，不然它再长大秃一点，就又像这样子，啊，真的是丑死了，规个拢变形啊！在想这棵是不是要异变了？有粉丝朋友说它看起来很像要坠化，我也是唔知影伊到底是要安怎，反正伊就是变变变，一直在变。这个就是奇异恩典啊！至于这棵呢，你看这个头已经变成主头的了，然后这里又长一个小头，然后这个花茎的部分长在中心，我已经把它弄掉了，也失去原来漂亮的样子了，所以就期待这个小小头跟这个小小头可以变漂亮。哎，给你们看。这是不是又被鸟啄了？我的天哪，哇，被气死啊！不是只有这颗，我的紫乐也被鸟啄啊！看我的紫乐，我本来把它放在那个围墙边，给你们看一下哈。我把紫乐放在这个。原来这个就是延禧摆放的位置，哎，好不容易把那个瓜牛除掉，现在又来了鸟患了。我每天早上出来，这一整排，全部这个桑木玫瑰这边一整排，然后那个小鸟就一堆麻雀，这样唰，整个就跑走了。他们都在巡视哪一款多肉好吃啊！我本来想说把紫色放在那里让它晒晒太阳，谁知道居然成为鸟的美食啊！探员们对于这种奇形怪状、尖尖的啊，就是长得比较奇怪的多肉，他们不会有检查，他们没有去碰哎，专挑好吃的。紫乐来吃了，哎，莲花座真的很可怜啊，给你们看，吃成这样，气死我了！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紫乐真的今年都长得不好。然后你看它现在这个出现血斑，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美感呐、啊，但是。我还是觉得这样子看起来很不习惯啊，你们喜欢这样的紫乐吗？然后不晓得为什么，你看茎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又来了，搁堆一半的所在给我折腰啊！而且不是只有这颗，另外这盆这里也有，你看这里。它都是这样折哎，折哎，自己折一半呢，然后我就要再把它重新弄下来扦插。哎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紫乐今年都长得很不美丽，怎么养怎么不好啊！像我都觉得这样的颜色看起来很胎哥，很脏，很不美丽，一点都不喜悦。哎，你们的紫乐呢？你们的紫乐今年长得好吗？哎呦，我真正不知道是要怎么了，变丑了。养多肉就是这样。要享受它的美之前，就要先忍受它的丑，忍受它蜕变的过程啊。没有耐心是欣赏不到它的美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、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咯。拜拜。我的火狐狸似乎是活下来了。
因为这样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继续坏掉，继续腐烂，应该都有活，但是我在猜他们应该都还没有长根，只是有一点休眠的状态，反正没有变坏就是好消息呀、啊、期待它变美咯。那因为现在天气还很热很热，我本来想说换这个沙子盆应该会长得比较好，结果也没有，一本来一块这大块跟这个差不多，可是它就变成这样四分五裂。那还是原来这个盆它最喜欢，我里面戒指有在给它换一些天然的，我的自制有机肥啊，还有一些戒指我有换掉一半，他还是喜欢原来这个盆，所以就种着，他就最喜欢，所以就目前状况最好。所以有时候你帮他挑你觉得很好的，他不见得觉得好，他想要的东西不一样，最后我就还是就是这样啦，把它放在这里啦。那这些小小颗如果能活，我再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吧。这就是我的火狐狸，整个都散落啊，但重要是健康活着。